因为你没有办法认定他是假的，嗯，所言极是，好律师。我真的也快疯了，这什么世道啊！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女生是无辜的，却还要向她栽赃，啊！齐心协力想让她去死，他们为了栽赃一个无辜的女儿，竟然能动用这么多资源，他们竟然能够这么冷酷无情，难道他们就没有一点人的情感吗？他们怎么就不想想啊？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他们就会是第二个贺露氏，他们在助纣为虐的同时，也给自己套上了一层枷锁。 何如是，把衣服脱了，检查身体。为什么？每次出庭回来都要例行检查，是这里的规矩。那以前怎么不这样？这叫什么规矩？害怕你们利用出庭的机会私自带回来一些不该带的东西。那为什么之前几次回来不这样做呢？前几次你和其他人没有肢体接触，怎么？你要是不脱，会有人帮你脱，快点！ 田探长，您可是这儿的稀客，好几天没来了，问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你这生意照样红火啊！哎呀，可是你不来啊，丽丽不开心啊。丽丽小姐今天没来吗？她昨天就没来，派人去请安，她都闭门不见。哎，这个小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只有你能这么的对，别人啊，谁都不行。 哎，同学，怎么样？没事吧？我现在全身没有感觉，可是我刚刚没有碰到你啊。哎，你是不是身上有其他什么地方不舒服？来来来，我先扶你起来啊。能起来吗？没摔着吧？哎，同学，你怎么了？来人呐！有人耍流氓！放开我！就是他耍流氓！哥，他欺负我！怎么打？是！哎呀，你们这。我是冤枉的，我是被他们陷害的。你要是再给我乱接，我割了你舌头，你信不信？我见田探长，走人，走神，走神，田探长，你以为你认识田金叶，你就可以狂了？我告诉你，老子呀，就不买他的账。你不认识他还好说，你认识他呀，你就自认倒霉吧啊！你可以把他们那几个人都叫过来，我可以当面给他们对质。没问题呀、啊，我呀，给你找个地儿，帮他们全听你的。 而且还不会反驳你啊！您呢，还是去牢里边和臭臭老鼠了解吧啊！你出去，是，快点儿！景琦，景琦，跑哪儿去啊？不关灯。 也不锁门呢！这不是下手也太狠了！你都，我真的是被冤枉的，我是被他们陷害的。来，水、毛巾，快！
有事说事儿，相不用手，但是现在你们下手都重。我这一伤，又被你们警察打的。这个女孩的哥哥怎么也算是涉过闲谈啊，还听说是什么商会的什么副会长，这打人也这么狠。我这个嘴，我这个伤就是当时他给踢的。你这话不能这么说，我们警察局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人。 我要控告那个刚刚值班的，那个警察，他殴打我。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您是误会了。叶律师啊，您啊是明白人，您是好人。我们警察局这些年轻人呢，既是执法者，也是热血青年，一个个呢，哎，容易冲动，是吧？身体又健壮，难免呢这个手上动作会大一点。但是，他们绝对都没有恶意。你想想啊。 就你办的那些事情，就说给谁听，谁不生气？你想找女人，你可以去四马路，还可以去珠宝三街嘛。我刚都告诉你了，我是被陷害的，他知法犯法。<笑>你看你，兄弟，你现在脸上这么干干净净的，你说你挨打了，谁信呢？对吧？走走走走，来，哎，兄弟。 哥哥呀，比你师长了几岁，啊，也比你经历多了一些，坎坷也有。我也年轻过，我也血气方刚，对不对？我也吃过亏，你看我这眼睛。哎呀，委屈呢，多多少少是会有的。俗话说得好嘛，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到了结婚的年龄，你不早，你别让他去出去找。你真误会了。 我绝对不会干出那种事情的。你糊涂，不成熟，是吧？那对兄妹还有路过的那些行人，共同指证你，你众口难辩，是吧？你谁给你证明啊？只要我自己心里面知道，自己是清白的，我问心无愧，没必要跟你解释。你是律师，你懂法，就你刚才那番话啊，上法庭上，谁认呢？说你糊涂不成熟，对不对？我真是把你这事搞糊涂了。 我有个主意，你听着怎么样？反正让我认了这事儿，我绝对不干。我呀，去一趟，我跟他们谈谈。你道个歉啊，双方呢签那个书面的东西，给人家意思意思，这个事儿。什么东西？我道歉？诚恳点儿。 书面上给人道个歉，就说天黑认错人了，把那个女孩当做自己女朋友了，行吗？哥哥，你刚也说了，我是做律师的，嗯，我肯定不会签一些跟事实不符合的东西，对不对？那没办法，你就在这待着，你就是有冤，你得从这出去之后打官司。那我要保释。 你保释，你以为你出去以后你能逃脱法律对你的审判吗？法律最终审判的肯定是真正有罪的，而不是我。<笑>年轻人，你太可笑了，又太可爱了。你在这好好想想，想好了，想通了，找我。阿切。 叶静琪呢？还关着呢，给我放出来！啊，老田，老田，我在这儿呢，老田！听见没有？给我放出来！啊，这是赤裸裸、无耻、下作的陷害。这只有胆小鬼才会做出这种卑鄙的行为。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再恐吓住我，所以就开始对我泼脏水了。他们都是小丑、混蛋！你小心点吧，这才刚到哪儿。 那些人还有更多狠毒的办法来对付。我才不怕呢！他们还能想出什么花招？我还等着看呢！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没有道德底线的事从来不按规矩做事的。好，那我就不变应万变，我就变成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我看他们怎么着。哎，老天，嗯，他们管你要了多少保释金？30块。30块？嗯，是吧？我才值30块。嗯，哇！ 这明显是侮辱人！哎，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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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还没吃饭呢，我现在很饿，你得请我吃饭，我要喝酒。喝酒就算了，30块我都掏了。不行，老子今天就豪放一回了，我。那你请客。年轻人啊，要少喝点酒，啊，喝酒伤身啊。你说吃的是别人的饭，你毁了自己肠胃就划不来了，是吧？啊，哎，不少了，不少了啊！哎，不行，我就是要吃个痛快，喝个痛快，我就是要好好的痛痛快快的放纵一回，行不行啊？啊！你这架势还真像梁山好汉、啊、黑旋风李逵。嗯，怎么，笑我？好笑吗？你应该笑的是这个可恶的社会，你应该笑他为什么都这么烂了、臭了，还这么痛快的、快乐的，啊，不知廉耻的、苟且的活着。你应该笑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爱着他啊，维系着他。那两位兄弟，我说的也包括你们两个啊。我跟你讲啊，这不是法庭，不需要辩护，啊。我告诉你。这个社会就是需要有人站出来指控他，我指控他太麻木、太肮脏、太腐朽、太需要变革了。我要告诉你们所有人，我要大声疾呼，这个社会已经麻木到不可救药。这个社会，神机队的，神机队的，你公然公开攻击国民政府，你们违法了。什么政府？给我起开！把他打死了！你被捕了！快走吧！我要来，到家了，到家了，到家了。我还要喝，行，我要喝酒，行，喝啊，喝。哎呀，你让我喝酒啊！行啊，我要喝酒。上床睡好吗？啊，睡下好吗？啊，我要喝酒。我爱这个国家。好吧，就这样睡吧。我是，我也困了。我爱这个国家。我是真爱，我是真爱啊。清理门户，刘世石律师刘大壮，谈公道自在人心。888流氓律师触犯大众神经，律师工会是否该清理门户？吴德年轻律师深夜淫辱女学生。该来的还是来了，他们就是想赶我走，不想让我继续替何律师做辩护。老田，你能帮我个忙吗？嗯，你说。天大法官说过，你现在还是律师工会的成员，对吗？嗯，是，只是没注销而已。如果我真的被他们取消了律师资格，你能不能替我继续为何如师做辩护？我恳请你答应我，我会无条件的辅助你。我就不相信正义战胜不了邪恶。如果真到那天，我责无旁贷。但事情没有想得这么糟糕，我们还有扳过来的机会。什么机会？霸道和傲慢是他们的优势，但是也是他们的缺点。因为他们这样很容易轻视对手，漫不经心。你呀，去报馆找老谢，他们不是从那儿开始的吗？我们就从那儿回击。我呢，按照那这个校服啊，去找那个女生，看看能不能找到。但是一定要快，要抢在他们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再见。他们是怎么对我的？他们竟然打我的脸啊！就踢我！你说这还有王法吗？啊！他们不能这么乱来的！你一定得在这个报道上给我写上，他们怎么坏你就怎么写，好不好？
交给我办就对了。你就放一百个心，啊，把心放肚子里，什么都不用想，啊。Where are you going？ 我是西区警局的探长田基，我要见你们的校董。No， you can't go in。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怎么这么没礼貌？你不会说中国话？你身为中国人不说中国话，你觉得你有礼貌吗？我告诉你，今天校董都不在，你要是进去了也没用。您好，让他进去。好，我们这里是教会学校，跟你们警察署一向没什么过往。嗯，像这个案子呢，在多家报纸已经报道。啊，贵校的校服啊，跟这个受害人是一样的。而且我也走访了很多学校，只有贵校是这种制服。我就想问问你，贵校有没有女生在夜间出去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绝无此人，我可以保证。我们学校的学生来源，那都是来自有文化、有教养的，家教很严的家庭，不可能会有深夜了还独自一个人去四马路那样的地方散步的。这上面的报道纯属子虚乌有，对我们学校的名誉那是极大的损毁，我们绝不能允许。太好了，我建议贵校把这件事情广而告之，把这个张明尽早登出去。神秘的女学生到底是谁？昨天唯一拥有照片中所谓被青年律师调戏的女学生，嘉德女子教会学堂校委员会和董事会致电本报，他们强烈谴责有人冒充该校女学生的可耻行为，他们认定此行为已经构成了对该校名誉的侵犯。他们在表示愤慨之情的同时，也保留司法追责之权利。该校董事会之所以致电本报，是因为看重本报的真实诚信和深受广大读者的喜欢。他们认为，这里有200个字都是对我报的自吹自擂啊，恕我就不念给二位听了啊。但是我坚信，凭我的妙笔生花之手，叶老弟无中生有之罪一定能够洗掉。我老妾出手必是好文章。老田说的对，他们就是霸道和傲慢，我敢肯定他们现在一定在后悔当初为什么选了一件有教会背景的学校校服。如果是国内的私立学校，他们还可以要求学校承认那是本校的学生，可这是洋人开的教会学堂，我敢肯定他们现在一定在后悔。哎，老谢啊，谢谢你啊，但是你也得小心啊，我怕那帮家伙恼羞成怒找你麻烦。我才不怕呢，他们今天查封了我的报馆，明天我就办一个新娱乐报，再封我就办一个新娱乐报，以此类推，无穷尽也。谢总监，我们的街上的报纸都被人抢了，还有我们的印刷厂也被人砸了，现在留下来了一大群人，据说是那个受害者的家属，他们要来砸报馆。报警了？报了，警察局的人说现在没有多余的警力派出来，都派到别的地方去了。哎，这样，老兄，快再去侦查。没事啊，我这报馆啊，不怕有人砸，就怕没人砸。这下好了，我们报馆在上海滩就算扬了名了啊！叶老弟的恶名也就被拿掉了。好事啊，不能没有下落。兄弟们，谢谢啊！我跪下，跪下！我不管你们是谁派来的，我现在宣布你们的游乐会结束了，我现在依法办案。铁肩扛道义，妙手成文章，娱乐报馆被砸后挺起胸膛，
侠义律师被栽赃，正义报馆被打砸，谁是幕后主使？嗨，简单，就是小瘪三办的报馆，早晚还得被收拾欠揍，对吧？这报上写的很清楚，道理都在人家那儿。哎呀，你是不是有病啊？懂个屁呀！哗众取宠、无事生非，为个下等妓女撑腰的报纸，绝对就是垃圾报纸，明白吗？哎，这跟妓女不妓女有什么关系？这要看道理在谁呢？听说你多少次了，你就是年轻就是年轻，对吧？你还不听，公是公，私是私，公私得分明啊！对待那下等人呢，没有必要非得讲究。老许，说的有理，我呸！我还是敬佩像田大哥那样的光明磊落、扶弱济贫、表里如一，不像有些人。老许，十三姐有病。楚，太那不能比呀、啊！好，这个好，这是最真实。我喜欢这个，你喜欢吗？我也行，你这还好玩呢。总编，今天加印的600份都又卖完了。你们太保守了，明天一下就加印2000份。娱乐报不仅要做上海滩娱乐性的八卦的先锋报纸，而且要成为上海滩政治娱乐性的先锋，再加2000份，这可是我们以前发行量的一倍了。我告诉你，再有一两起这样的案子，申报的史良才都得拿我们另眼相看。只要你能写出让上海人一看就是，阿拉克晓得最近娱乐报上的那四了吧，你就成了，你就是报业的花魁总统，你就是上海的王。明天的题目是担当正义，得罪黑帮，受恐吓，扔挺脊梁。娱乐报独家披露新闻界的古以乐，告诉兄弟们辛苦点，回头我给大家加薪。嗯，好，行，去吧。哥几个，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你看我也没穿个像样的衣服。卖报卖报，卖报卖报！来，醒醒！好了，出去。郭雪杰啊，啊，用不着这么热情吧？你自我感觉不错。兄弟，你误会了。哎，你误会了，我就是一个臭卖字儿的，我就为了养家糊口。其实我没什么人品，千万别拿我当回事儿啊。你太谦虚了，你现在把人家搞得很不舒服，人家没办法不把你当角儿看。兄弟，你这么说我这心里可就毛了，你打我骂我都行，我认错。铁肩担道义，你这样子会不会太没骨气了？我不是不想有，我是不敢有。我给你道歉，我错了，错了。知道错了？知道错了。错在哪儿？哪儿都错了。怎么改？发通栏的文章就错。嗯，我能听听题目吗？这个诚恳纠错，深夜露相仍有疑点，本报深入调查，为真相震惊。你这个纠错不够彻底哦。诚恳纠错，年轻律师仍有一点，我帮你改一下好不好？啊，诚恳纠错，年轻律师原有性侵前科。兄弟，我们没有证据啊。
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明天一早见报。兄弟，我能问问您是？我是判官，专帮阎王翻生死簿的判官。总编，印刷厂要是现在再拿不到小样排版，明早就没法见报了。不，你说他们怎么这么霸道啊？这也不赖印刷厂呀。我知道。要不我再等等您。不用，老子认。你不改了？我问你，我还能算是个文人吗？当然，您在我们大伙儿心中啊，绝对是有担当、有正义、有文胆的真正的文人。真的，真的，当然是真的，我也这么认为。按照原来的发稿，文人就是要写有文化、有胆量的东西，立誓的。我当年也是跟蔡元培先生握过手，赵家楼门口喊过口号，快去，别耽误排版。不讲信义，送到印刷厂的小样仍然没有修改，没做到。不是，不是，你们的消息怎么那么灵通啊？做人呢，是要讲信义的嘛。我只好给你点惩罚了。嗯，动手！你听我解释。哎，兄弟，干什么你们？我剁了。哎，不能剁手啊！我他妈还得写字呢，救命啊！六铁，哎，老铁，怎么样？老谢被人暗算了。哦，现在人怎么样？哦，他现在刚刚神志恢复清醒。哦，但他右手被人砍了。什么？伤口已经包扎好了，哎，放心吧。哎，老谢来了。哎，这干嘛那么沮丧啊？没事儿，跟你们说个秘密啊，其实他们都上当了。我谢德水是左撇子，我是用左手写字的，那帮孙子砍错手了。是我害了你，老谢。哎，不能这么说，是你成就了我。从现在起，我什么都不用怕了。这就像一个人怕鬼，哎，在没见到鬼的时候，最害怕的那种状态就是不可知的畏惧，一旦见着鬼了，什么都不怕了。哎，明天后天大后天专访铁血记者谢德水，看看这上海滩第一记者是如何诞生的。阿季，干什么去？本探长要去办案。哎，千万别上他们的当，啊！他们现在就是想激怒你。听兄弟的，你就看在我都这样的份上，听我一次，别让老谢白白失去这只手。你干嘛这么看我呀？我可受不了。
那双鞋刺激你了？我就是想来跟你说句话。那双鞋我是用来辟邪的，有了它，别人就不会来骚扰一个单身的女人。你不是鞋，他不避你。那天你是不是生我的气走了？吃醋了？我报告一个朋友，老谢。 让给伤害了而且伤得很严重。最近，你身边的人都怎么了？怎么都那么倒霉？所以你最近别离我太近了。<笑>我不怕，反正我就是个恶人，没有人说我好的，所以恶恶相抵。还是要小心点，那双鞋是避不了邪的。所以就要你来保护我啊！你其实更邪。 所以你可以避邪。我不会让我的朋友白白受伤害的，我要让那些恶人失败，让他们的妄想失望。所以这就是你来找我的原因。只有你才能帮我完成。 但是我这样的恶女人，可是有利可图才会去帮助别人的，但谁都不例外。如果是那个小律师的话，他就死定了。哎，哥，怎么是你啊？我想问你们了，怎么是你们呢？哦，我们俩巡逻的时候接到有人报案。 说这个屋有个女的被杀了，谁报的？我们也不知道。你看，这局里也接到谎报，都赶过来了。这不仅仅是谎报啊，这是彻头彻尾的恐吓。所以就更应该你来保护我。我害怕。先走吧。哎，那啊啊啊啊！嗯。 来吧，来。哎，平常你都穿着衣服睡，今天怎么穿这么少？这你平常也不带女人回家呀？怎么说话呢？ 我跟他接吻的时候还没有你呢。哎，丽丽，别瞎说。干嘛？还顾忌上？那你把他带回来，我今天睡哪儿？嘿，这话你也好意思问？如果我是你呢，我早就走。咱俩睡地铺。这不太合适吧？我也这么觉得。那一会儿我回警局，在那儿也可以搭个床。那不行。 你怎么忍心把我跟这个人丢在一起？来来来，我明天找个地方去啊！我觉得你现在就可以去啊！啊，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就谁都不能走啊！住我这儿相对会安全一些。今天晚上就将就一下了。哎，你帮我把箱子拿过来，床单换了。快点！快去呀！
怎么了？哥，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什么叫做祸福相依的道理。这要是有漂亮的女朋友啊，真是要忍一些别人不能忍的事儿。你以为你又明白什么了？告诉你，你错了啊！我承认。你承认什么呀？啊，我承认我错了呗。我说我是不能再早恋。哥的女朋友真是一个比一个漂亮，能不能有点出息？能不能有点出息？帮我个忙。这就是报应啊。什么意思？你看那帮小子说我是无事不求的，你看你沈曼跟我一样，你是无事不找我。你说的是许丽丽小姐吧？我可不希望我在你的心目中跟她对你的评价一样。一定是叶静菊律师告诉你的，要不你怎么会知道一个亭亭玉立的大班呢？你和他之间沟通的不错啊。静琪是我一个好朋友的朋友，所以呢，我时常能从我的好朋友那儿听到有关于铁女汉长的精彩的传奇故事。看来你那个朋友跟他是知无不谈，让你感到不愉快吗？我道歉。嗯。行，有什么吩咐？我有一个朋友从北平过来，但是他在那边被帮会的人通缉了。我担心上海这边帮会的人会伤害到他，所以我想请你帮我接送一下。你知道你是警局的田探长，有这块招牌在，帮会的人还是会有所顾忌的。你的朋友是做正当生意的，现在不就是做正当生意的人才会被欺负吗？什么时候到？已经到了，但是一到就被围困在酒店里了。他是今天凌晨到的，刚住进酒店就发现里里外外都有很多可疑的人。我也尝试进去过几次，也都注意到那些人。本来没想麻烦你的，我报了警，但是东区警局的那些警察过来看了看，说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就走了。我猜想他们已经被帮派的人收买了。他在哪个房间？206房间，姓崔。一会儿这样，你就在车里面别动，啊，如果20分钟之后我还没有下来，就让他把车开走，别停。师傅，靠边停车。欢迎光临，欢迎您再次光临，欢迎光临。你好，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把308房间开给我。好，您稍等，开一下308。请问你们这里送餐是全天吗？是的，我们这是全天送餐的。不愧是上海的大饭店呐。这边请。OK。谢谢。你好，我要4份牛排，204、206、208和308房间都记在我的账上。啊不，先送到308房间，谢谢。
1号308，您点的餐到了。您好，您要的牛排。您订牛排？哎，不对啊，你看，点菜单子不这么写的吗？你搞错了啊！我的，不是你的。哎，奇怪。